玩腻整天打怪物、拯救世界的老套了吗？不如换个口味，扮演邪恶的外星侵略者，爽爽的把地球轰个稀巴烂吧！由来自德国的 Black Forest Games 工作室所推出的《毁灭全人类》，是以2005年的同名作品重制。游戏中玩家扮演伟大的外星帝国，为了收集人类的 DNA 复兴种族，前来征服并控制地球。游戏以1960年代的美国为舞台，玩家会在东西部各大城市展开非常搞笑的破坏活动，例如绑架人类，或是冒充政治家对民众洗脑等等。玩家操作的外星人有着强力的外星武器，还能够用超能力来移动物体、外观拟态，甚至控制一般的人类。妥善运用这些能力，小灰人就能够在城市中畅行无阻，尽情的搞破坏，大肆收割人类的大脑咯。这些收集来的大脑还可以当成货币，在母船里升级更强的武装。要是碰上军队来袭也不用怕，搭上自己的飞碟，靠着强大的破坏力，可以让你轻松碾过军队、坦克。要把城镇夷为平地也是小菜一碟啦。觉得天气太热，上课很闷，上班很烦吗？试试这款毁灭全人类，释放一下压力吧。